以说是岁盖无名道。那为了记录呢，这一次一整路一来的这个防疫的惊人的表现呢，那这个三立电视台特别呢跟这个 Discovery 联手，从这个今年二月开始呢，一路呢来进行了台湾战役全记录的工作。那也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，在这个台北宾馆这边举办了首映的记者会。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哦，这个总统蔡英文还有行政院长苏贞昌呢，都已经来到了这个现场来一路的支持。那事实上呢，主要呢，在我们可以看到，从这个今天从这个二月开始的时候呢，就一直二月开始的时候呢，这个疫情开始在全世界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。那现在呢，这个他们已经到了现场，那也是记录了台湾一整路以来的这个防疫的表现。那事实上呢，这个台湾战役的全记录呢，我们带你来抢先看，一共是分成了三集，主要呢从这个决战境外到科技岛救国，还有到这个最后的，也就是大家所期待的希望之药呢，到时候除了在台湾播出之外呢，还会在日本来这边来播出。那事实上从今年二月开始呢，疫情突然呢在全球失控了，那台湾呢也是最早的时间，除了呢在这个世锦这个 WHO 之外呢，也是非常率先的来禁止呢，从武汉这边来禁止入境。那今天呢整个防疫记录就会来一次的呈现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场呢，其实这是由三立电视台还有 Discovery 合作的防疫纪录片，而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长苏贞昌，甚至是卫福部长陈时中都抵达到了现场，稍后有更多的内容再带您随时来掌握。